谁能想到把切好的小面剂在清水里泡一宿，教你早上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搞定早餐。自从学会这样做，家里就再也没有买过早餐了。比包子好吃，比油条更健康，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盆中加入300克面粉，1克食盐，增加筋性，倒入170毫升的清水，搅拌成面絮。开始下手揉面，揉至面光、盆光、手光，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搓成3个小长条，改刀切成指头大小一样的粗细。不锈钢的保鲜盒里，我们放入一些清水，放入切好的小面剂，这一步我们可以提前晚上做好，最少浸泡20分钟，或者是放在冰箱冷藏一宿。利用晚上的时间，我们先把这些配菜准备齐了，4根小油菜给它清洗干净，改刀切成小段，装盘备用。前2天吃剩的尖椒，我们给它切成尖椒圈，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。再准备上2片孩子早餐特别喜欢吃的黑猪午餐肉，改刀切成长条，再准备上一把海鲜菇，去掉根部，在放有小苏打的水中浸泡上10分钟，之后给它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准备上2个西红柿，在火上烧一下，不到30秒表皮裂开，就可以轻松的去皮。由于西红柿的表皮吃起来就像塑料薄膜，孩子特别不喜欢吃，所以每次做菜的时候都会把西红柿去皮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先改刀切成厚片，注意底部不要切断，转个方向再切上几刀，之后就可以切出大小相同的西红柿丁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，点击关注和收藏，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。早上起来，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，往量杯中打入几颗新鲜的鸡蛋，用刮刀把蛋液搅散，接下来开始烹饪。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把油烧热，融入蛋液，用铲子快速的滑动，把鸡蛋炒散，先盛出装入盘中。锅留底油，放入葱蒜，先简单的炝一个锅，炝香之后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开大火翻炒至出沙出汁，再放入海鲜菇、青红尖椒，炒上1分钟，炒至断生，加入午餐肉、鸡蛋，来上2勺食盐，半勺五香粉，半勺白胡椒，再来点零添加的薄盐生抽，松新鲜提鲜，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淡干生晒虾皮，既可以提鲜，还可以给孩子补钙。把所有的调味料翻炒均匀，倒入1500毫升滚烫的开水，盖盖开大火煮至汤汁沸腾，从冰箱取出小面剂，先从中间按一下，然后往2边撑，1秒1条下入锅中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方便，真的是特别简单易上手，新手妈妈们一看就会了。一条一条的往上盖，不用担心会粘在一起，全部做完用筷子轻松的搅动，面片就会分离开，面条好吃有嚼劲儿。出锅前加青菜香油提香，
一道非常好吃的山西特色美食狗舌头我们就做好啦，有蛋有肉有蔬菜，营养真的是很丰富。天冷了，早上来上一碗暖清又暖胃，快试试吧。